不要啊，大哥，我没存档啊！哇，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打？我不知道定期存档什么时候存呢、欸？哇，傻眼了！我，哇，我不知他没有中场中途存档的功能啊，他没有回合存档。啊，好险！啊，哇，好险！他有存档，干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六六六六六，这个。六啊！可惜是吗？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一关很难打呢，开场什么都没有，看这个死掉都超闷的，我都已经录音不到几场了，这真的会闷爆啊！新游戏很防呆，真的。哇，好险！天灵阳干，新年快乐！再跟大家说一次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哼，这次你没那么充满自信了吧？小战士，因为能打败薛之，薛之杀了你。好了，死吧！哼，薛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You're cornered。你无路可走。No。No。不，离我远一点！你不知荣辱是战士之耻。雪之没有什么可耻的，雪之很强，雪之是猎人，雪之是杀手。雪之，你是只怪物。哼，
从今天起，这世界不再由你这个怪物为患。感动。该是凯撒再次集结军队的时候了。绿林好汉随时会出手。哎，又是绿林好汉哎，又来了。哎、啊，救命啊！好孩子，请慢走，这里没什么的。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闲打罢了。才不是，他们在攻击所有村民，救命！那是你狭义的观点吧？对呀，事实就是你我观点之间的中间位置吧。你们占领了方圆五里的村庄，还大肆掠夺。算了，你帮他们吧，看看这次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？地狱绿林好汉无处不在，集中兵力，不要让以少胜多。OK， 然后他们有一个军营，然后我们一个军营都没有，我们只有钱。马车其实也没什么用，派他去扛一下好了。欸，他居然不打马车。如果有村庄，我就可以回血，慢慢打就赢了。补血要补那个巫师啦、狗狗、枪兵，就不用了。要补高单价的。
这样比较快。哎、欸，狗狗是鼓舞士气，可以再动一回合。哎呦，多了一个垃圾耶！靠，你那有屁用啊！可尾刀，好，有道理。周新年快乐！弓箭手好像射得到了，他想去抢村庄。在行动，好用。在行动，用对就很猛。可是也要用对啊。我在想要动哪里？五个血好了。
这一关的敌人都一直往前冲，不要命的往前冲。啊，灰。这过去就被他枪兵捅死。哇，枪兵喷一支，亏不能暴击了。又有新的志愿者，哎，来了，那这样还是亏啊。
冲啊！果然不算。骑兵会把我冲死。CD。啊，刚应该站上面的。这边有东西，不知道，隐藏道具。哦，对，这有点像三国志，还蛮像的。
哇，糟糕，弄错枝了。停啊！这狗狗真不乖。凯撒，继续骂他。他怎么知道他在骂他呢？高级战争，现代战争，太好了，又有更多的帮手，他们是炼金术士。真难选择。后退让他们自己撞了，也是方法。骑兵，少走一格。
花以后我剩一滴，不能再死了。不行的，他会撞死我的炼金术士，怎么办？一定要选一只，他应该不会来打我吧？不用狗狗来卡，捅死你！哎呦，差一点死掉。先运走，回到后面。
去后面补血。枪兵哦，没有，枪兵会后退了，他一定会优先打我的指挥官。等一下，我们站到军营之后，就有一个村庄。镇压军营呢？啊，不能占军营，军营占了就结束了。因为左边那个也要站，然后我们可以站这两个，把这边都清光之后，军营只要出来一只就打一只，他再派人来在那边。尾刀狗，我觉得要后退，因为我的工兵还在很，还在太后面。
不行。哇，用马车来挡啊！马车萌，马车可以自己回去补。我觉得狗放这边，然后叫两个步兵来暴击村庄，这样比较划算。他们逼近军营了，兄弟们，快拦住他们！哇，包围阵欸，这下好笑了。那我先退了，这真的不能打，没戏哦。
不能冲，冲就死了。完了！哇，输了，不行了，扛不住啊，骑兵太痛了。算了，我们休息吧，明天再继续。先来睡啦。差不多，这边打完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岛，但有可能这边会有其他关卡，不过几率不高啦，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最后一关，因为搭船来这里，所以明天就打完剧情通关，然后有买的啦，我们可以组队打一波，不对，是四人混战，呵呵，但是不一定啊。不要听到就激动的去买，已经有买的再来考虑就好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拉法游戏实况，我们明天再见啦。还有谢谢秋风翼，感谢你，跟那个南风铃，还有尊爵，谢谢你们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